你那是什么吗？嗯，我这顶你顶那边。哎呀，我这边一个竹子就是压着这边，所以放你先拉一下，看看能拉动。拉一下什么情况？拉吧。院长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拉一下试一下。哎呀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:01了，由于这个现场救援难度确实是太大了，消防同志们现在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对这名伤员进行营救。嗯，他让你出来了，不要睡着哈，别死。没事，跟我们聊聊天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个道歉，拿个干净海绵。那走的，医生呢？你说从哪里？出去就行了。哦，从那出去。嗯。哦，你马上就从那出来了啊。这个。快弄啊！关节。1、2、3，走了。你已经出来了啊！已经没事了，你已经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陈杰，我停下了，好好的，已经没事了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还相信，还相信我？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停下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，我腰宽，四肢大概有点。现在是晚上的9:00了，由于这个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这样一对废墟的这种路况，要摸黑出去，那个情况很不理想。我们现在正在等着这个专业的医疗队来把这名伤者接走。现场的信号是不是已经切掉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刚听大家一直在叫你欧阳。叫什么？欧阳是吧？我叫欧阳红红。欧阳红红，您跟大家说一句话。我们会。不惜一切代价把张爱琴众救出来。逃！你看我，哎呦！不逃给啊！你看，大兄，慢点，再上去点，快上去点，来，大兄啊，来，兄啊，放心，你要冷静。现在是晚上的9:41，我们已经跟随这些战士们准备把这个伤者运送下山。看着点啊！哎，你上货都不下，我靠！他妈下不，去了，他妈不下。慢点！董哥，不要找人，找地下。找了，我看看。别睡。啊。哎。醒一醒。好早的电的话，讲话。我讲句话。陈杰，不要睡着。姐，动作快点。要好睡啊。跟他说话就啊，动了，已经很虚弱了，真的很虚弱。什么？很虚弱了。已经晚上的10:00了，您看我们脚下的这个路，要下山，的确是太困难了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在争分夺秒，因为早一分钟下去，伤者就能早一分钟得到救治。后面，刘涵，从这边。或者从这拍漂亮了，从这过下来就行。慢一点，副总啊！脚踩石头就行了。慢一点，保持平衡，慢一点。从这边横着下来啊！保持平衡，慢一点。这不横着，那边下来，对，这边下来。上面啊，这边不好走。对，沿着这个地质板，沿着你。要命了，谁带你我？陈杰。陈杰。陈杰，哎，你来看一下这个。陈杰，没反应了吗？哎，你先看。陈杰，哎，先看这个。陈杰，不要了，
你们看一下嘛。现在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把汤来，我给你吃个汤啊。啊。傻子，你到现在都坚持到现在了啊！啊，坚持到现在，再坚持一下，陈军，陈军，再坚持一下，还要陈军啊？好了好了，去吧，不能去。要趴着，你受伤了，他那个，这抬的时候是脾气，就是车，因为这呀，他是抬的，不行，要抬到地面地板底下，这个地方要垫个一板。怪他的木板，我先不管了，你先弄吧。好吗，这样？好没？来，我就帮你。好了，你买个。哎，不行。好了好了。我不行，这个人不行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鼻子跟着你，我跟着你好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样子来。哎，你们走了，你们走了啊！真的不听，这样就听啊。叫什么名字？陈军，陈军，陈军，快醒一醒！给他，陈军，醒上一下。好，这边来人，先把那个带起来。快快，摸枪！一、二、三，走！来，陈军，老婆。陈军，我要带你，放下，放下，不要带。最后了，你傻子啊！啊！陈姐，听着了不？手机怎么一分半钟才烧一半？再看一下。那没有了。我说我们下午整个一下午就为了他，就是他一下午。最后怎么会接受不了最后啊？你妈不还在家里面等你的吗？你说话还没不分开吗？在上面的时候，妈不知道。姐姐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。我在坡上的时候感觉到他不对，完了以后就把那个男的引过来，引过来，其实刹车没动，但是我到坡下来，因为难度比较大，到坡下来一看。希望你们大家也一样，不要在任何的困难面前被吓到。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大爱情众救出来。